对了，有个特殊订单要配送，有个特殊订单送披萨了，放这吧。钱呢？听到可怕的声音。啊！有本事来拿吧。击败比尔。你把这属性打不过。四点敏捷不是开玩笑的啊！看他技能啊，高踢腿、闪击、格挡、闪避、重拳，打不过。他妈就两个技能。我KO， 我一定。他技能多，他耐久用得快，直接被我打 KO 的话，无限倒地 KO， 又 KO， 再 KO，KO， 我操，牛逼 ！KO， 我操，牛逼 ！KO， 可以，我操，越级挑战，来。装什么逼啊你是！我他妈八点技能点的，我勒个去啊！打多少场拳赛啊？无敌了！我可以点好多技能。真香！哎呀，大哥，不得了啊！来，啤酒瓶先砸一下，然后一拳给他处决了，一脚吃我八十码的大脚，好吧？来，这边有个板砖，拿一手。一砖一脚，换一换啊！我这边好像还有个板砖，再捡一手，尽量不要用子弹。再来一砖，再来一脚。OK， 我又看到一块板砖，来，赶紧捡起来。这个手给他们绕一绕。哎，我看到了。这个一级感染体没有必要用这个子弹了，板砖就是好用啊，这个好用。爽！我有个非常牛逼的想法，按照这个想法走，我们天下无敌。每次野人来几个，你们想过没有？在后期的话，一波它是几个，十几个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直接做15个这个吊绳不就行了吗？搞点树枝，全给它吊起来，然后我们只需要在里面睡一觉，白天一起来吊十几个野人在吊着，我们只需要用毛啊给它捅一捅，全死了。这叠一排，我你妈谁来谁死不了。马上把这事给我办了。Later， 你让他进来，我们四个壮汉，我操，是不是想死？现在我不是稳得很吗？稳住就行了。这野人叫他这么个，哎我操！你看吊起来了吗？你他妈叫什么玩意儿？叫啊！叫！打我不要紧，打不着，他妈还手啊！来暴走，下一个暴走！又来一个！我来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再重置。重置！哎，你妈！到了！好，到！呀，打的多了呀！死了！我们这正当防卫，这些野人搞正当防卫，我们是人呐，他们是人吗？看来今天我们已经度过了今天了。一个字，绝。我操！我们四个在最后。我告诉你们不好的消息，我手柄没电了。等一下，键盘玩啊！我不用键盘玩，我就不用。手柄啊。Later， 这些人真菜，你看。我最后起步，我都不是倒数第一。拜托，面弱哎。想让我拿倒数第一还是很难的啊。哎，追过一半的人了，手柄没电了，我都随便玩。专业呀！我要进来了！这帮人真菜啊！我靠，菜狗子一群。43分，哇，这些人是个什么操作呀？鸡爪子在玩这游戏吗？我还以为我会倒数第一呢。阿威啊，你老婆都生病了，你不去照顾她，你还在那打游戏，放屁，是不是人？张子怎么了？我看看啊，我靠，你老婆直播哭呢，阿威，你不哄我去，阿威，我去，还哭什么？我看着得了急性肠胃炎，这还不休息躺床啊？这还开播？对啊，这还开什么播？
啊，为什么刚子今天生病还开直播？我来推理一下，因为以往的时候，刚子生病的时候都有男朋友照顾，应该是跟男朋友分手了。哦、他难受的不是他自己生病有多难受，而是他难受身边没有人去陪他，所以他才难受，想求安慰。我不但可以教你们玩游戏，我还能教你们做聪明人，能看透这世间的本质。啊，对对对，要透过问题看问题，你要透过问题看本质。董伟要开直播买车是吧？我看一下。买车，兄弟们，冲！不直播买车不行吗？买车可以开的。为什么呀？您先协商一下，我先出去。不是顾客是上帝吗？这谁受得了？我全款来买车，他这个态度是吧，兄弟们？哈哈哈哈！董伟像个舔狗一样跑进4S 店，然后想买车被赶出来，赶都赶不走啊，太丢人了！我操！我自己的话，我肯定受不了，我肯定直接就走了。我还甩来了两句脏话呢。你看，大家都受不了，就董伟能受气。哎，看到一条弹幕，我看到主播是舔狗，好丢人。别人觉得他买不起嘛，可能就觉得就是一个就拍的买不起，就直接赶他们走。他们可能不知道董伟有多有钱呢。站半天，那个水都没给我董伟倒一杯。买车的人跪着，卖车的人站着。没想到小说的剧情在董伟的身上出现了，但是跟小说的剧情不一样。不是应该去隔壁提辆车，然后滴滴打个喇叭，我靠，让他们看一看吗？董伟出来了，看他说啥。你不去坐上去感受一下吗？要感受也没用。9月10号。什么？9月10号以后才能选车。都不想理他，我靠，选配都不让选，